善恶祸福，丝毫不爽。明因识果，去恶修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命报记》，今日为大家讲述郑思辨的故事。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思辨，在未到20岁的时候突然得急病死了，3日之后却又复活过来。自己说，刚刚开始见到几个人被拘押住，快要进入官府大门的时候，看见百几个囚犯派成6行面对北边站在那里，排在前面的人白白半半，穿着体面，好像是富贵的人，越到后面的就越消瘦难看，有些带着枷锁，有些被脱掉头巾腰带，都是集体行动，而且有士兵严加看守。轮到思辨，被分配到第3行东边第3个，亦都被去掉了头巾腰带，加入集体行列。思辨忧心害怕，就专心念起佛来。忽然看到生前认识的僧人走过来，进入士兵为首的行列里面，士兵没办法阻挡他，走到思辨面前就说：平生不知道修善积福，如今忽然来到这里，觉得怎样？思辨悲切地请他相救。僧人说：我现在救你出去，你一定要持戒。思辨答应之后，无奈差役带领囚犯到长官面前依罪审问。轮到思辨的时候，看到那位僧人对长官讲思辨所收的福业。官员说：放了他了。僧人就带着思辨走出门外，为他受5戒，另一樽水倒在他的额头上，就说：太阳西落，你就复活了。又给思辨一件黄披肩，就说：披住他到家之后，要放在干净的地方。然后指示他回家的路，思辨披住披肩回家了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接好披肩放在床角上面，然后眼睛睁开，摇动身体。家人以为思辨，全都被吓走了，只有老母亲没有离开，问他说：你活着的吗？思辨说：太阳西下就能够活了。思辨以为是正午，就问母亲现在是什么时间。母亲说：是半夜啊。咁先至知道阴间同阳间是昼夜颠倒的。到了日落的时候，他能够食嘢，病亦都好了。只见黄披肩仍然在床头，等思辨能够起床的时候，披肩就慢慢地消失，只是留下光影在那里。7日之后，光才完全消失。思辨因此开始受持5戒。几年之后，有人劝他吃猪肉，他不得已吃了一块。当晚梦见自己化成罗刹，手爪牙齿长达几尺，将猪捉来活食。等到了天光，感到口里面腥臭无比，吐出来之后叫人来看他的嘴巴，满口都是凝固的血块。思辨惊恐不已，不敢再食肉了。
又过了几年，娶了妻子，妻子逼他食肉，食过之后并没有什么异象，但是思辨自此六年来胳膊时时长有大疮溃烂，而且没办法医好，或者是破戒的缘故了。善恶因果，轮回报应，真迷醒妄，康正人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期的命报记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你继续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